但云舒并没有杀你爹娘，是静慈临死之前将你托付给旭良宗主的。旭良宗主，你为何明明知道真相，却在史册里污蔑我爹清白？云天河，不要再逼旭良宗主了，事关我师父玄振名誉。我爹的名誉这么重要？天河，玄烨师姐要替他爹报仇，我难道就不能为我爹证明清白吗？好，既然你如此不依不饶，那我便说。旭昭师弟，万万不可说呀。叶儿是我师父玄振与他的女弟子静慈之女。